延迟比赛，我们后天就回国了。后天就回去了，那我们后天开始比。可为了高额的奖金 ，M5 战队还是忍了下来，并且自掏腰包改签机票。好不容易等到比赛当天，怎么停电了？比赛结束，想薅我羊毛，做梦去！你玩我是吧？我有事情给曝光。有话好好说，奖金我明天一定给你们。印度老哥的话哪能全信啊？到了第二天 ，M5 不光比赛黑幕视频被偷，连钱包、手机，甚至情侣项链都不翼而飞，害得他们只能找上大使馆帮忙。偷钱就算，连条裤子都不给我留啊！那你别扯我裤子啊！因为这件事，印度电竞的德行闹得人尽皆知，一出手就把自己完成了圈内笑话。这样的比赛精神，怕是让某国裁判看了都要自愧不如吧？啊去！